不要欺骗我，我打算做真的。你那里面还有两块肉，不叫一下。不叫这个肉，不爱吃牛肉，想要点两块肉。这集我看过最后零九来的，这集你看过最后零九来的，然后当时我买的那集我也看过，我们大家都看过。会二哥胸大的特效，马上洗头啊，明天再洗。对啊，没洗头，本来说要洗头的，然后没去。然后呢，那个开了锅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该背老的背都这样啊，可以吃吧。你说好快啊，好吃好吃吧。跟一碗茶一样。你们那边吃泡饭多吗？不多。上海人，我觉得你上海人还蛮爱吃泡饭的。上海人喜欢吃泡饭。我就发现了，有点外卖的时候看那些什么老母鸡泡饭、鸡汤泡饭，对对对，很多啊，都是上海的。
对啊，上海喜欢跑团的，白天早上他们其实晚上呢是不就是隔夜饭泡一泡，就是半点那种母乳啊就吃这个。但这个不能多吃，对胃不好。对对对，胃不好。我小时候蛮爱吃泡饭的，是因为我吃白饭吃不下，然后我妈就说帮我泡饭吃。就是我后来越长大越爱吃白米饭。我就一块就够了，另外三块都不行，我吃不下。我们平均分配。我还要吃一整碗米饭呢。他吃了两个海胆，那个什么？你的饭还没有吃哎，这样。